饼干，好久不见，很久没有看到我在荧幕上出现了吧？我平常的兴趣呢，就是唱歌，然后跳舞，偶尔也会去运动。对，运动对女生来说很重要哦。的话，基本上从大学的时候开始学起，那大概是4年左右到5年。那我现在呢，就是专接展场啊，或是其他活动之类的。那唱歌的话是偶尔，就可能假日跟自己的家人啊一起像唱歌。运动的话，我最近比较常跑就是健身房。那运动呢，跟跑步还有做重训啊，其实对身体比较有帮助哦。就是大家一定要去做。最近的话是刚拍完一部微电影，那它现在还在后制当中，有机会如果上映的话一定会跟大家说在哪，王子的噼啪噼啪在哪里的。那对于现在我的自己对自己的规划，我觉得去学习一些我目前还不会的东西吧，例如可能我刚拍完微电影啊，那我觉得我对戏剧这一块我还没有到非常好，我就会去补足，或者是说拍照啊，或者是运动，你知道，因为本身没有比较瘦，对，大概是这样子。那如果有机会的话，能让自己变更好，朝自己想要的梦想去做的话，我一定会去做到。对，当然这是个秘密，对啊，等我做到再跟大家说。那大家喜欢的我的话呢，记得来我的粉丝团，我叫吴饼干，记得要加我好友，按一个赞哦。